了，用这个镜会不会太累？怕你伤眼睛。重点是紫外线有隔掉，剩下的工作可以交给瞳孔，瞳孔再不行，里面就会眯眯眼。等我一下，我也还没好，我还留意，又下一顿了。角度不对，我的角度已经对上了。是吗？真的，刚刚吸到，就已经这样。好慢，还没降。你的速度不对，我步骤错了。我的线也没上。那我的路了吗？你的开始就看你，路日记到底要搞多久？实录？怎样？又在嫌弃？没有啊，就说就可以录起来。带小朋友滑雪板，有一个帅气的。现在对操场的，队伍超长。那边好大一排人是在干嘛？哦，有了有了。他竟然要我踏了电，他才愿意踏了电。好长哦，这边。你确定你们要走去那边？好。那边有没有？那边没有很长。你看得到。刚刚一波一波的。现在这边是爆长。你要去上面还是这边？这边啊，不要。那边真的没人。这边到那边，这边都已经上去了。而且那边有盖子，看不到东西。这边。
就会回头看他一眼，就是我喜欢人家装的吧。停了停了，一次有停吗？嗯，慢速。哦，没有停，没有停。就滑一趟去隔壁。嗯，好、啊。滑一趟去隔壁还是去？滑一趟就可以去隔壁了。坐隔壁的车还是去隔壁的山？隔壁的山。哦，去隔壁的，直接去。这个没有必要滑两次吧？哦 ，OK。欸、上面有个人滑下来，最上面。而且他插进松雪里。大家都要松雪。哇，那些爬上去滑这个靠别山的人，是就走路上去的，因为没有缆车。但是走很少。为什么走很少？他可以从一半开始上去，不是从最下面开始。Thank you.
在录，你有在录，有。不是，不一样，我不是说有个神秘的逆向。你要去找那条路怎么走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万一错过的话，就顶多再做一次升，那什么，右边那个 center 缆车，第二高的那个啊。那是第二高吗？其实就是过来以后，搞不清楚。嗯，其实不知道怎么看那个写道的，感觉让我想到熊之堂哎。也没有的。有啊，熊之堂又宽又大。奇怪，没有滑过这里。有啊，昨天就从这里下来的、啊。一点都不觉得我这么陡。昨天滑的时候没有啊，你转一个圈就休息了，转一个圈就休息。我还问你说你为什么会一直这样？虽然没有很累，但是觉得太滑了，所以就休息了。了你可以帮我拍个照吗？你要往哪个方？往上，就是从下往上拍啊。你下去啊，你上。我要戴眼镜。哦。干嘛？这个雪镜跟这个帽子不搭。为什么？它高的地方刚好是我夹的地方。你说，你过来我看。这样懂了吗？塞不进去是不是？啊？塞不进去。当然的。继续挖一些，好吧，挖拉紧好了，拉紧就好。这个方向给你拍，还是要转过来给你拍？我想拍这个山跟这个山。就各一个嘛。好。人多就不管了。不管啊。我只是要拍山。你是正后方的山还是？对，这个啊，这个啊。还是都好的，看拍得好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之后再看。
哦，好。哎，这里还有个椅子。哎，要不要再坐一个椅子？车在哪？在那里。哦，可以啊。这里。去了。你加过头了，我就是看到感应的在这就刹车了。树林雪道吗？梦，合法的树林雪道。想哎、欸，我可以，对啊，我就说，说不定这里更适合看羊蹄山，耶、yeah!。我们可以滑树林的，我们要滑树林。我不知道姐有没有想起来，我没带 Insta 哎、欸，其实我没那么冷，应该要带的。
挡住了。有哎，这是被树挡住了。那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啊？看到了，知道现在很轻，赶快冲啊！哦，走了。我拍一张啦。好啊。只是拍不出来。对啊。好可惜哦，它不够高。没有云哎。好，走。到底要走哪边？右边。右边吧。他都没指标，要走右边。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这里是什么东西。好了，我们加换。他们是人等。也没有松啊，不知道啊，你人家来又不就来了，这我是觉得我们看到的那个斜斜坡就是在哪里？算了，我要等他下去吗？不是，他在看而已。对啊，趴下去啊，很悠悠哎，好厉害哦！哎呦，按错了。好好好，你要抓时间。好，我又是我先下还是你先下？你下来会卡在中间吗？会吧。我下回可能会卡在上面。我先好了。我把决
根本就不会很陡，根本就不会很陡啊！在录我的蠢样吗？因为每次你在闲，然后明明就两个人就是会卡的人，一定是你，不是我。是啊。那你刚干嘛先讲说啊？你也会卡在中间吧？我说你会吗？你不会的话，你先下。我不会啊，而且我脚还没有酸呢、欸，就是没有用错肉肌肉，所以脚没有酸。我的话，就是有点酸，太惨。就是要往右边了。好。往右挤。那个像房子的东西是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的右边吧。好，走喽，快走。不然太你都不知道云怎么飘的，对啊，所以赶快走喽。连这么一小段都要省，不想多拿，我手痛啊！我也滑来了，这个一点，直接走了。
之后把眼镜拿掉啊。不，我这样本来就好了，不要戴。你是因为你那很难装上去，是不是？一难装上去，二就是我现在刚好维持一个正常比例。就是，手机要会抖。就是一来又不会起雾，二来又。一步要飞走的样子。你抖了。在抖。所以我觉得，我既然维持了这个比例，我就不要再拖货船了。不是，我线有点卡不顺，跟帽子有点眼镜有点不顺。